啊，你把它放到耳边，就会听见有人在喊：“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啥人？你放过我听听。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工行超过50%。大家千万不要买华为 Mate 60 Pro 啊，它手机就会有杂音，你们靠近扬声器听一下。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我又踩坑了，朋友们。昨天我给我的华为 Mate 60办了一张卫星卡，平时用的电话已停机。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又来到黑华为系列了，让华为孝子来出战了。上次讲过，中国在2020年底引进了被制裁前，跟荷兰订购了 ARFID UV 光刻机。那这台机器最大的限度就只能到7纳米，且良率非常的差，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2023年才有7纳米的华为手机可以卖，为什么在2019、2020、2021、2022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荷兰这台机器进来了，还说什么遥遥领先啊，他们的最大极限跟他们的制程还有他们的任何的细节都已经讲过了啊，这边就不再赘述了。你没有荷兰这台机器，你自主研发个遥遥领先个屁啊。而小粉红最近一直在拿这个来喷台湾，说这个台积电如果没有荷兰最新的 EUV 曝光机，甚至连更低阶一点的 DUV 都没有的话，也是无法自主研发。你们还知道我们用的是比你们新一代的 EUV 啊？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台湾没有跟欧美脱钩，对不对？我们台湾没有跟你中国站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被制裁，而我们更没有说哦，我们超英赶美啊，我们牛逼啊，我们屌虐全世界，我们没讲过这种话欸，但你们有欸，你搞不清楚状况。而一堆粉红还会拿 HTC 来喷台湾，说啊，你们台湾连个手机都没有啊。问题是 HTC 它当年出来的时候确实就很烂啊，我以前还买过它的 HTC One， 觉得欸蛮新颖的，对吧？还是五月天代言的。但我看我身边的朋友用苹果，那个流畅度用了一两年，哇，这个用了一年就很卡很钝，所以就很烂嘛。还有包含其他的操作体感都非常的烂。我们又不像罗刹国一样，把好的东西做成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做成好的，这个审美观念非常的有问题，把烂的东西吹捧上天。你们刀郎写的这首歌就很符合你们的国情啊，对吧？而且你骂 HTC， 我还跟着你骂，对吧？为什么粉红会认为骂 HTC 会让台湾人破防？我不能理解，就跟你们当初骂泰国政府一样啊！你以为泰国人会破防，跟你们粉红跳出来护航啊？不准骂我们的泰皇啦，不准骂我们的泰国政府，没有，人家跟你一起骂，真的是笑死！你们千万不要再把那种自己爱中共护主的心结带入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民好吗？会拿这两个例子来呛台湾的粉红也很搞笑，你不是觉得台湾是你的一部分吗？啊，你这个时候又说台湾没有自己的手机，这个时候又说台积电怎样怎样，那不是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而今天凌晨啊 ，iPhone 15系列的发表会，后天就开卖，我们可以发现它使用的是 A17 3奈米的台积电晶片，但粉红还是继续在吹华为晶片牛逼啊！哎，既然这样，你们就一直用7奈米就好了。很搞笑，你三年都没有出一款手机，一出来你就大赢台积电跟三星了，你这三年的亏损都不算了哦，你当台积电跟三星是纸糊的、啊、我们都已经在设厂2奈米了，你还在遥遥领先，遥遥领先7奈米良率差的 DUV 光刻机做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天基本上跟粉红的立场也差不多嘛，什么华为赢了，孟晚舟又赢了，苹果崩了，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 level 在比耶，对吧？苹果的股价这六个月大方向是涨了 17.17%， 在苹果发表会之后啊，股价跌了 1.7%，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预期心理嘛。其实很多产品在发表的时候都会，大部分都会跌啦。美国时间9月12号来到了176.3美金收盘。我们来看台积电这六个月是涨了 6% 左右，台湾时间9月13号来到541块台币收盘。华为只有概念股啊，所以我们只能从它相关的产业来看股价。这个遥遥领先的中芯国际 啊，你们所称的哦，突破封锁7奈米，这六个月是涨了 15.1%， 这五天是跌了 6.7% 啦。台湾时间9月13号啊，你们是 19.82 港币收盘，换算就是 80.97 块台币。好啦，给你们算81块台币啦。拜托啦，苹果崩了，台积电崩了，崩在哪里？果然是罗刹国啊、哦，什么都是倒着看。更痛心的是什么呢？ iPhone 10所有的 iPhone X 啦，搭配 A12 晶片，就是使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这个是2018年的产品，2023年的中国遥遥领先2018年的世界，领先2018年的台积电，遥遥领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科技只要输一年就是输很多，输两年输更多，输五年输更多。科技跟科技之间进步的进程只会越来越短，你输了这五年是输了非常多。什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的、啊，
你祖辈在1949年就讲了遥遥领先超英赶美，讲了 N 遍了，讲到今天还在遥遥领先。带大家来看一些粉红意淫的影片啊，气死了，这华为 Mate 60 Pro 才他三天就坏了，有杂音，你听一听。领先，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工行超过档。听吧，这个华为的 Mate 60 Pro 说充电回指向，不仅真的那个新的测开给大家测试哈，它是不是这个问题存在。不建议大家买华为 Mate 60 Pro 啊，这手机我昨天下午买的，然后一直有杂音啊，你把它放到耳边就会听见有人在喊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兄弟们，我这刚抢的 Mate 60 Pro 现在都有质量问题了，走我们去店问问啥情况。你好，欢迎我的华为。你好，我这刚买的这个 Mate 60 Pro 然后给官方抢了，现在都有质量问题了。你看那个店员还先夹着麦克风知道有观众要来，有杂音，你放我听听。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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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遥遥领先与同行，遥遥领先与同行，遥遥领先与同行。大家千万不要买华为 Mate 60 Pro 啊，它手机就会有杂音，你们靠近扬声器听一下。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华为的啊，手力故障啊，拿到手还没拆机就有异响，你们听。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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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领先。这应该是 Mate 60 Pro 的第一个翻车视频，就是每次它一充电就会出现异响。遥遥领先，遥遫领先，遥遫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遥遫领先与同行，遥遫领先。我们可以发现啊，这就是赚粉红的钱，每个营销拍的都一样，那粉红就一直点赞，一直说哇，真的大国崛起了，一直给他们贡献流量。而且粉红透过这种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虽然我说的是缺点，但它其实是优点，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其实这是任何一台现代的手机都可以做的触发设定，更改铃声。粉红用这种东西以为是发现什么新大陆一样，把充电这个事件改成触发设定好的就可以播了遥遥领先的铃声。对，我就希望你们一辈子都用这个遥遥领先，充电就一直遥遥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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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你！你们就从1949年开始说你要领先什么啦？不管怎么遥遥领先，你国人均还是13000呐、啊，堪比墨西哥跟伯琉啊，还有阿根廷呐、啊。我接下来看一下粉红最引以为傲的卫星通话功能。用华为 Mate 60 Pro 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暗光下扫码屏幕一直闪烁，是系统的问题还是软件适配的问题？我又踩坑了，朋友们，昨天我给我的华为 Mate 60办了一张卫星卡，整个湖北金门市我是第一个办的，我以为和智能卡一样，办完我拿着就走了。刚好今天呢，我来到我这儿的那个山里面啊，连接的非常非常顺利，卫星什么的都对接上了。结果你们听，幺零八一停机，停使用的电话已停机，停使用的电话已停机。我欠费了1000块钱，我花了1000块钱，然后欠费了。然后呢，我问了一下客服，客服说是普通卡和卫星卡两个系统还没关联好。其实苹果上一代的14系列啊，在欧美地区就可以用卫星通话系统了，只是没有开放亚洲地区啊。你在遥遥领先什么啊？而且人家欧美地区是可以免费使用2年的，在你自己中国本土研发的，你却还要跟中国人收费。上了你们百度查一下哈，除非这个百度造谣啊，月缴10块钱人民币的基本话费之外，每分钟的通话费啊，还高达了10块钱人民币。如果是卫星通话打卫星通话，每分钟收50块人民币，还要搭配这个专门的电话卡，还要去申请。我就想问，这有什么好遥遥领先的？它让你免费了吗？而这种技术也是欧美不晓得20-30年前就有的技术了，只是把它转移到手机上而已啊！难道你们粉红是天天需要去没有网络讯号的地方求救？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我建议啊，下一代的华为最好搭配什么打火石功能啊、点烟器啊，还有这个瑞士刀功能、净水器功能、雨天收集水的功能、发射信号弹的功能。哇，你这样就真的能遥遥领先了，真牛逼啊！你可以把手机拿来当野外生存的工具，多棒！最好是你这个手机，还有什么功能？这个手机最好是可以弄成一栋房子，可以变成一个交通工具。哇！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接着看下去啊，这个直接电话上扫，对的，是不是还是很神奇啊？好，谢谢啊。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刚刚就是直接扫码上面的摄像头就会做出感知，然后直接跳到一个微信支付，然后这个店员都已经惊呆了，说啊，还有这种事情？哦，原来它是图片识别呀，我一直以为它会是就是识别这个扫码枪里面的光线之类的东西，结果它是识别这个扫码枪的物体。那么当你在手机的桌面对准二维码，哎，可以看速度非常快，它就已经出来了。点一下这里，它就会自动打开微信，并且进行扫码，就可以进行付款了。在支付宝上同样是如此，哎，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当我挪过来一瞬间，它就已经做好了调用。我再切换微信，华为牛逼。这个也是粉红自古以来在说的啊，我们支付系统很牛逼啊。现在这个华为手机又跟咱们中国伟大的支付系统联动了，更加厉害，神经连接啊，好像这个 AI 连接到人脑一样，哇，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这个技术欧美国家都做得到，只是当地的人民有没有这样的消费模式，跟这样的消费习惯，跟这样的金流使用的观念。美国就没有像你这样嘛，什么隐私通通都没有，你这不等于就是你的相机其实是一直内建开着，只是你自己不知道。那不然你怎么手机一拿出来，它就可以知道你前面这个是什么物体，你相机就一直开着。如果连这种系统都可以侦测的话，哎，那你们上网骂一下圣上，骂一下中共政府，追踪你很难吗？你们竟然把这种囚禁自己，然后让自己有可能被判刑的东西，不让你有言论自由的东西，然后它额外给你一些衍生的功能，你把它认为这是遥遥领先。这个东西只是少了一个步骤，打开 APP， 就好像这个水的瓶盖，有些瓶盖你打开它就是这样，有些打开它是脱落的，或是有些你是按下去它可以直接喝的，区别在哪里？有差这一两秒吗？这一两秒让人家遥遥领先，真的把晶片好好做好了。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九，下期见了，拜。